而听障艺文界的大事，就是有七位听障数位画家一起办联展，而每个画家呢都各有特色。今天来看看充满环保意识的陈燕妮，要介绍她最喜欢的画。这段环保地点，然后我们乱的资源过度了，所以我在看到那个华路站有电视的，就讲到说我们的人啊，都乱资源，但吃的都这样，就是这过度了，这觉得不好。地点也这样，泛滥过度了，也是对我们不好。我想说，画这个表达就乱了，大家可以爱护地球。